ABAB 站立，大家倒腾一下位置。这是你哥给你打的。准备好啊！准备啊！准备啊！第一轮你们要摆出的标准姿势是手机自拍。你们就这样想，手里拿的是 vivo X 六十系列手机，怎么拍都稳，就摆一个最帅的姿势自拍就行了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，木头人， cool. 木头人。哇，小童，我觉得你好像往前了20公分，但是好稳。你和贾玲在自拍什么？你们俩？不是，我们俩情侣照吗？我俩。贾玲动了，回起点。说了。月月回起点。说话可以，人不能动啊。接下来，这轮摆的造型是唱跳歌手，准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哎呦哇，这跳的太好了！我刚才在多少？腾哥，回起点。我这是要唱歌歌手，我没有跳绳。那你唱了吗？一、啊，算你对，算你对。宝宝这个动作是唱到撕心裂肺的时候跪下唱，摇滚范儿的。花花是要砸话筒吗？啊 Michael, Michael 可以。我们接下来要摆的造型，花花，你刚才的姿势不是 Michael 吗？现在是 Jason。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动作，蛤蟆功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六只牛啊，你们两只蛤蟆是飞天蛤蟆呀？在过程中，接下来一个动作必须两两合作完成，叠罗汉。那谁跟我跟月月搭不废了吗？就咱俩。请听口令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哎呦，花花，你还好吗？哇，你可是比我重60斤的人。谁在挠你脚心呢？哎呀呀！花花动了。你要这样的话，那别跟我们茅台家族耍诈。接下来一个动作，高抬腿，准备好啊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小童非常标准。哇哦，月月。月月还在蛤蟆功里爬了出来。往后退三步。下一个动作叫做金蛇狂舞，这个动作我允许手部模仿蛇的动作，准备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犯规了！犯！生生没给摸着啊！刚说了，手可以动，脚不行。
下一个动作很嘻哈的动作。这也太赖了，不行，这样的我怎么玩啊？我参与感没有了。哎。准备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你以为你这样慢慢的把手举起来，我是看不见的吗？对，今天实在太想赢了，理解，让他赢吧，他才初一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放个水，好不好？都别动啊！下一个动作，街舞，准备，开始，三木头人，三木头人。这就是街舞。谢谢我的团队。问题来了，王牌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一分？我们要看小宋用 vivo x 六十系列手机拍的照片清不清晰，稳不稳？我看看，来。哎，是真稳啊！这么稳的手机，如果他能给拍糊了，那还真是。我正式宣布，小宋拍的每一张都超级稳，超级清晰。哎呀，我这个体育棒子呀！宝宝，你还真的，宝宝。啊，还真的往那打粉底啊？要打呀，要不就脸是脸了，脸是脸，头是那个头。那你这粉底用的好快呀、啊，也还加点别的面粉啥的，可能就稀释点，勾个芡。粘不住，粘不住。没事。跟我都藏着掖着的哈，现在。什么呀？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嘛。这啥呀？一会儿玩的游戏，这是晚上玩的。哎呀，他去吃了点饭。放这吧。吃啥呀？啊，吃的那啥。啥呀？什么东西？饭。信了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，注定有人回不到2021年。是啊，是谁呢？这个人？哎，验证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可以吗？就是能不能全场帮我喊一句“你好，李焕英，大年初一”。好。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谢谢大家。哎，这样，观众朋友，我喊一个“你好，李焕英”，太棒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你来了，来了，这样来了。春节看你好李焕英，对，这没问题，因为整个春节都是陪伴的，对啊，明确一点上映时间行不行啊？春节期间很长，对，拍片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好嘞啊！春节期间看你好李焕英。
开心。